大拿主治病院企业迈向24年，23年来，下至工服务人数将近40000人，服务时数满2000点整的志工总共有385位。志工当年无需用爱相伴，病院举办感恩志工活动，医护当然也准备着龙年的红包、礼物甲澎湃寿喜，有70桌，向当年以来无私奉献的志工表达感恩之意。大拿主治医院企业迈向24年，23年来，志工服务人数将近40000，服务时数达到2000小时，志工有385位。志工当年无私用爱来相伴，医院举办感恩志工活动，医护行政当年准备龙年红包礼物，奉献寿喜70桌，向长期奉献的志工表达感恩之意。现场有600多位的志工齐聚，艺术现场带来萨克斯风的演奏，场面温馨。妇产部主任许金硕也以高龄妇女常见的妇科疾病预防和保养来做分享。上人是我华号名言，我进入慈济受证之后已经21年了，在这21年当中，我一直就把医疗志工当成我的终身志业，一直到现在完全没有退转。在我服务的当中，从一开始做3天志工，到现在我每个月都是6天的志工。去年从今年之前3年都是疫情，我们在疫情当中还是没有停顿，因为还是很多的病患，还有我们的医院同仁还是需要我们，所以在防疫志工当中，我做了出住院志工、急诊志工，这些都是我一直以来一直投入的。院长赖玲生感恩志工无私付出加扶持，志工到院的即时协助伫大厅。细心来指引，耗尽耐心来陪伴着病患。院长也向大家分享医院最新发展以及动向，为疫苗预防到社区医疗，大拿主治医院将医疗实力和基础带入社区，未来也将成立资源分配中心，在今年将导入医学中心并干。就是要将医疗品质做到医中品质，让病患得到更好的医疗服务水准。细心是蔡明东，大拿的采访报道。在家吃喝玩乐，探索世界，您准备好了吗？旺 TV YouTube 频道带您网络漫游，深入嘉义，最在地的美食，最及时的新闻，最感动人心的故事，只要滑动手指，全部完整呈现。现在订阅还有机会参加我们的抽奖小活动哦，马上拿起手机扫 QR Code 一起加入我们吧。